456万美元拍下今年巴菲特午餐的90后孙雨晨，连发3条微博怼王思聪靠爹。从孙雨晨晒出的截图来看，起因是王思聪在朋友圈骂孙雨晨，孙雨晨发微博称：“靠爹的还敢骂靠自己的，80后还敢骂90后，搞个直播就倒闭的敢骂还在创业的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”据悉，这并非二人首次交锋。5年前，王思聪曾微博评价比特币是忽悠，随后孙雨晨评价王思聪高帅是假的，只有富是真的。此外，孙雨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被搜狗 CEO 王小川称是骗子一事：“我觉得我跟王小川不具有可比性，因为我的身份是创业者，王小川的本质还是打工者。”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